逛街吗？可以啊，宝贝，可以多买两双鞋子给我吗？可以啊，宝贝，我明天跟朋友去旅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宝贝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可以啊，宝贝，你可以去死吗？可以啊，去死了你！对不起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一定会来赎回你的。宝贝啊，要去 shopping 吗？好啊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穿美美跟我宝贝一起去逛街了。走，我再去换衣服。为什么要换衣服？我们在家 shopping 就可以了吗？宝贝，让我来教你。首先，先到 Shopback 网站注册账号，然后再按 Lazada， 过后像平时一样的购物，买完过后 Shopback 就会还你一部分的钱。这么好，那么还有什么商家？哦，有你最爱的淘宝、Zara、和睦，还有 Tesco 什么都有啦。反正以后拜托你用 Shopback 帮我省一下钱呢。陈伟成，你是最美的哟。哇啦，失效不到，这样差的，哎。